装不要装。喜悦合唱社，喜悦之声音乐会。喜悦合唱社在十年后的今天，再次的隆重登上基隆文化中心演艺厅的大舞台，我们的心中满是欢喜与感动。十年来，我们选歌不错。今天的音乐会是喜悦合唱社的盛事，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自花莲县的回蓝妇女合唱团，以及我们的好伙伴基隆社大口琴社，接受我们的邀请，共同演出。曲目以不同的语言呈现合唱世界的多元风格与缤纷世界。就在这基隆港湾的音乐艺文飨宴中，再次以触动心弦的歌声带给您带来听觉的飨宴。首先，今天有许多与会贵宾的莅临与支持，让我们的音乐会倍感荣耀。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社区大学校长廖达鹏廖校长上台为我们勉励与祝福。好，校长非常客气。那我再继续介绍贵宾，接下来介绍社区大学执行长杜中环杜执行长。2019喜悦之声音乐会节目正式开始。喜悦合唱社于民国89年创设，创设至今即将迈入第20年，属于基隆社区大学历史悠久的自主性社团，也是凭借屡获奖次的资优社团，活力、知性、有规律的喜悦合唱社。目前成员32位都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成熟稳健的人士。大家凭着一股对于合唱的热情，利用闲暇之时相聚团练，实为不易。如今已奠定深厚的合唱基础及情谊，现在合唱社的社友都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的指导老师黄文玉老师毕业于台湾神学院教会音乐系，在黄文玉老师术业有专攻，对于合唱训练及音乐的诠释有独到的见解。在黄文玉老师的用心指导下，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学习了更多的合唱技巧。我们的伴奏林姿玉老师也是一名杰出的音乐钢琴伴奏。首先，我们邀请喜悦合唱社为您带来合唱序章式抒情金曲。演出的曲目有《味道》《当你老了》《城里的月光》《演技类都有关喽呀》。指挥黄文玉老师，伴奏林姿玉老师。我们再次邀请指挥黄文玉老师，伴奏林姿玉老师。
以及喜悦合唱社为我们揭开精彩的序幕。